哎，Hello，我是阿龙。那这一集呢，要来玩阿姆斯特的公寓。那大家记得的话呢，那在我们刚刚拯救坦多博士啊这个医生的时候，他就有说一个人名啊。那这个人名呢，就是他认识的人。那看来呢，这个人呢，跟这个病毒的开发是有点关系哟。那所以呢，我们这一集呢就要来玩玩看这个任务啊。那到底这个任务呢，到底内容是什么呢？啊，叫一般哈，一般哈，困难真的打不过。上次我跟朋友也是打一般，也是死的不能再死啊。哎呀，火災が発生这している。个容疑者头の部有屋点が無不事な太ことに舒調べ服なくてはならない。容疑者、寛容ね。疑わしきは罰せず、でしょ？私は奴に会ったのよ。クリーナーズは病人の集まりだわ。邪魔したらただじゃおかない。哎呦，来，那这边呢，大多数剧情我是完完全全没看过啊，那就跟大家一起看一看这个剧情吧。那我就是跟朋友玩啊，他们就玩得超级快，所以原本想说呢，跟他们一起说来拍一集的，结果呢，他们就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所以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的，所以就让他们。那就算了，还是自己一个人决定，还是自己一个人来。哎，去吧，枪塔。我，你这样子对吗？稍微在这里站一下，回一下血吧。啊，走，啊，血回满了，走。这边有个梯子，哎，看看，爬上去有什么吧。好的，结果是有一个包包，还想说，哎，什么都没这样子，结果不是，有一个包包。哎呀，失火了。就是啊，兵。まだ建物を焼いてはいないようね。助かった。いつかクリーナーズと話してみたいものね。動機について聞きながら首をゆっくり締め上げてやりたい。慢慢折磨他，博士，你好像有点太疯狂吧。好像黑的一点哦，哎呦，我有好大一个灯泡，大家有没有看到？就，哎，去吧，手榴弹，手雷，出！哎呀，这个 AK 果然是有点飘啊。慢慢压就好，哎呀，慢慢开就好。哎呀，这又是一个，应该大家没有看过兵种。那这个兵种就是叫重装兵啊。哎呀，他就像这个玩一般打仗游戏里面的那种重装兵一样，重装步兵一样，他就非常的高防御力啊。哎呀，这个丢。跳过去！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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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他的瓶子！卡嘣！アマーストの部屋を見つけた。中庭を越えた先だ。でも道が塞がれてる。別のルートを見つけて。嗯，在哪里？
哇，直接把他们给消死了。干你们这些，你们这些这跨者真的是疯了，就去一边疯吧，要杀人啊，大哥，无辜的、啊。哇，这边直接烧烂了。やめろやめろ、けだものども、お前らはけだものだ。有心一旦不知道从哪里传出来的。どうやって入ったの？奴らは言った。急いでここを出るのよ。早く。快跑快跑！生存者を無事連れ帰るために人を送るから、あなたは彼らの逃げ道を作って、そのまま進んで。哦，炸了一下。哦，这边好像有个箱子的标志。啊，这件你哦，有一件绿色的装备。但是有时候呢，副本里面有一些路呢，可以走走看哦。有些时候会有东西拿的啊，这是刚刚要过来的地方。让我们继续走呗，先这个 reload 一下。消个屁、啊、哎呀，应该早一点开枪。你们在做的事根本就跟杀人一样啊，什么说保全人类的种啊，说好听。哎呦，你啊，就是你，你去哪？消自己呗！哎呦，竟然消不到！谁呀、啊？一直在凑射我的！啊！部屋はこの上だ。アマーストがウイルスの開発者なら証拠が残っているはず。ああいう人間は自分がしたことの証拠を隠滅したりはしない。你怎么这么清楚啊，博士啊，医生啊，继续找吧。啊，这种、爬楼梯的真是有点麻烦啊。探してみて。すでに荒らされてるかもしれないけど、多分目当ては書類やハードディスクじゃない。もし運よく余した本人を見つけたら、質問があるから連れてきて。ない。そんなについてた試しがない。もしもの話よ。有梦追迷嘛，那当然是直接找到幕后黑手，那直接就破关了，对不对？啊哈！哎呀，继续找。这里吗？哦，好大的这个黑板。那是说，一定科学家的房子一定要有这么大的一片板子啊？呀。好像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个顶番的感觉。目的のものは見つかった。重要な証拠だから回収用ヘリが向かってる。でも着陸には屋上の制圧が必要よ。火遊びしないで、無事に証拠を持って帰ってきて。好好好。感觉玩家就是工具人了哈。哎呀，爬上去。去！哎呦！哎呀，这样也被削到！哎呦，这边差点掉下去！这种会掉手榴弹的就是最麻烦的小兵，我觉得说。Bum！ 哎呀，先跑再说啊！哎呦，好想去再说啊！先跑上去。その調子だ、エージェント。証拠を持ち帰るために屋上を制圧しろ。
房。焦虑，这里吗？卡在厕所里面。等等，上面好像有一个箱子的标志。不管了，先过了再说吧。要在这里阻击。狙击开始します。哎呀，过一点。先把这个打掉。至少今天有点那个啊，这个伤害都要过一点小时间才跑得出来。通常このヘリはダークゾーンの回収物専用だ。重度に汚染されたものを持ってくる。でも今回の作戦では特例を設ける。ないない。再一枪就好啦。哎呀，我这么快就来了，直升机。ライトハウス、こちらブルーバード2、荷物回収の準備ができた。起来。哦，说我还想说什么被选取啊？是说这个太亮了，看不到对面啊。你去哪？哎呀，选了，所以现在快过去，挂东西是吧？走，可以去。ライトハウス、こちらブルーバード2、荷物を受け取り基地に戻れ。ブルーバード2、アウト。先下来了，就是把这边的所有敌人都打掉了。哎呦，后面有狙击手是不是？哎呀，那是 boss 啊！去呗。打不到，换位置。然后这个机枪塔完全没在重视。哎呦，冲啊！没有的，你拿小手枪根本打不赢我的，你放弃吧你。好吧，对不起。你那小手枪打人也太痛了吧！哇，好大的一个电灯泡！哎呀，搞定！装甲乗せたヘリが本部に向かっている。市民に犠牲者が出たけど、あなたがいなければさらに増えていたはず。よくやったわ、エージェント。哎呀，完成！那就是这个任务之后呢，回去就是要跟。我们的坎多博士医生说话，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这几集呢一直会有医生说要跟博士讲话，就是这样子啊。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基地啊，跟按住这个坎多干嘛你我？那我们现在呢先回去跟坎多医生说话吧哈。走，直接用
啊，先离开，离开了才行。没有，那可能是因为已经做过的关系吧。那我们直接可以去跟坎德博士说话。那时间许可的话，那我们顺道来做这个百老汇广场的香肠还是广场的这个任务啊。那我们现在先可以去说话呗。哎呀，这个读取有点慢啊，那我们稍微等一下。嘿，哎呀，快来了，那说话吧。あら、あなた。ちょっと待って。それで？ドクター・カンデル、例のサンプルの調査結果が。室温で試してみたの？ああ、それは。室温、聞こえた？室温で試すの。気温変動の範囲内ではありましたが。わかった。私がやるわ。いい？この件はなかったことにしましょう。何もね。パンデミックの最中なのに助手にすら恵まれてないなんてね。とにかくあなたが届けてくれたものはしっかり調べられてるわ。ドクター・エリスが病院を引き受けてくれて本当によかった。おかげで研究に集中できる。妻も人間より病原体相手の方が向いてるって。いや、私の元妻ね。とにかく。そのまま続けてくれる？あなたの助けがあれば、きっとこのワクチン開発はやり遂げられる。所以医生也是重新来吗？我固然是不反对啊，只是有点惊讶。哎，竟然是重新的这样子啊！那我们呢，顺道呢也可以到基地呢，所以呢，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基地呢有些什么升级啊，有些什么改变。那自从我们跳过15等之后呢，这个自助站呢也变得比较感觉好像高级了一点点的感觉，多了一个板子，这边一个板子。还有呢，这边呢在好像在之前它更新还是怎么样的时候呢，我之前原本呢这里是进不去的，然后呢结果更新之后呢它就可以进去了。那这片看来呢就是贫民区啊。哎呦，这个应该是我们吞噬员的那个飞探员的妹妹啊。因为这边就是贫民区啊，大家在这里睡觉。然后这边这个位置就不知道了。那好像还没整理，还是要升级什么的。好，那这边就是那个之前莫名其妙开放出来的。好，那然后呢这一边呢就是防卫部。那这个人拿了吗？不能，之前也是手下拿了。那这边呢就是我之前在防卫本部防卫支部里面开出来的一个外观物品商营啊。那它这里面呢就是卖一些衣服啊，还有这个枪的数位这个迷彩啊，就是都可以在这边买得到，而且还挺便宜的。 OK， 然后呢我还开了这个关系户啊，这个关系户就是能买一些比较好的装备，当年呢也是比较贵，但是而且我还不能用啊，所以呢这边也是暂时这样先放着啊，不急着用。那还有呢，我们现在呢就是稍微的呢去升级一下我们的这个货机支部的一个好玩的东西啊，那就是追踪地雷。哎，按，嘿，来，我们就是来升这个通信中心，就是追踪地雷来玩这个追踪地雷。然后呢我们还要升级这个毒气啊，是这个了啊，这个我们来要开这个之后再来玩这个，所以我们要900，哎呦好多啊。哎，よし、これで大丈夫だ、助かった。哎，所以呢我们来玩一下新的技能。哎呀，哎，
动就这个吧。哎，那还有这边呢，也是稍微的升级啊，只是刚刚升级。これを待ってたんだ。通信設備をな。これで現場のエージェントときっちり連絡が取れるようになるな。いいぞ。いいぞ。那这边呢，还是还没有升级好的东西啊，各种都是离线。那只有这边这个呢，之前为了。解锁这个机枪塔还是什么的呢，就解锁了，就升级了这一个这个水站啊。哎，所以目前的基地状况呢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先去找个小兵试试个试试看新的技能啊。这个技能我也还没玩过，有点期待期待。哎，嗯，这边不能跑，真是有点讨厌的感觉。那暗杀 Q 两次之后，你的位置爆出追踪地雷，你也可以原定布置追踪地雷。暗杀 Q 用滑鼠瞄准，再按左键布局。当轻敲到敌人的时候，追踪地雷会自动向敌人冲过去吧？看最后面那几句练不及啊！那我记得这边应该多少也会有一点敌人的，不知道有没有刷出来。哎呦，那原来我很期待，哎，这个旁边是不是好像也要升级了一点的感觉啊？嗯，现在这边不是有敌人的吗？哎，有了有了有了啊！前面是这个拿着棒棒的。好，那我们这个是直接丢出去。哦，炸啊！不止炸，不止炸一下而已啊！我还以为他一下还炸不死人呢。哎呦，怎么附近的小怪变高级啊？哎呦！那楼下一只小怪，再玩一次，放这个来增加这个 CD， 减小这个 CD 时间。哎呀，多好，多好美的！哎，快了，快了，快 CD 好了！哎哎哎，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啊，那我们来按点杀 Q 放。这边这个要快掉，这个看来会是我们未来退副版的一个好东西啊，好用的东西啊，这个捡回去卖。那我们这一集呢，就是阿木斯特公寓的攻略，还有我们这个追踪地雷的试玩呢，到这边结束了。那我们下一集呢，继续去做这个、这个百老汇生产的任务啊。那里面至于里面说什么呢？那我们下一集期待。那我们这集先到这边结束，谢谢你收看，我们下一集见，拜拜。